你到底怎么了？是。他叫我们任务完要回收枪支。为什么要回收？他拿去准备给别的听。我们已经没有别的武器可以准备给他了。没有去找啊。没有，还可以去哪里找？你为什么问我这种问题？我们已经给他们所有东西，他还不满。我们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他这是目标谁？还不知道。你是不是想要离开？没有啊，你怎么这样说？注意点，这些人都散了。现在是怎样？